大家好，Alt，我在 TikTok 上上传了一个由 AI 生成的视频，大家稍微看一下。Ever wondered how to spot a perfect opportunity for a short sale in Forex? Let's dive into the bearish Gartley pattern. First, identify the distinct M shape on the chart, which signals a potential price reversal. Use Fibonacci ratios to pinpoint precise entry, stop loss, and profit targets. Remember. 好，那么观看量只有十二。还都是从粉丝来的，总共也没几个粉丝。那么就显然这个视频没被推，可上面有小红字，发现问题了。Not eligible for the For You feed， 也就是他不会把我推到首页。那么显然是违反了一些什么东西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红字点的箭头，可以看到 TikTok 呢就说这个 Video not eligible， 这视频呢不合适。为什么呢？由于他违反了社区一些指南条例。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这里就是 video 细节，然后原因为什么不适合呢？它主要是写的呢，不是原创的、低质量的，或者上面有扫描码，我打开看看。好，为了有更好的一些体验，他希望用户呢在 TikTok 上非原创的、低质量的内容都是不适合推荐，非原创内容呢，就是说从其他的地方拷贝过来的。没有任何一些新的创造性的一些编辑视频呢，非原创如果呢还有一些什么水印或图标在上面，也是非原创的，可以明显看到。还有就是 low quality 低质量的一些内容，比如说非常短的视频、静态的图片，以及用 GIF 小动画做出来的一些视频，都是属于他不会给你推的视频。所以从我这个视频上呢，照理说的质量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他 TikTok 怎么检查出来的很奇怪啊，是不是这个素材呢有重复，因为是 AI 的 AI 自己生成，还是文案他给发现了，我不是太清楚。那就说这完全生成的话，你自己要作为一个编辑一下剪辑一下子，否则的话还是有问题的，大家也可以小心点。哪些视频呢是 TikTok 呢不想见到的，